谢谢，真是太猛了！干嘛？是鬼来嘲笑我的吗？啊，好阴！这些人好可怕。这么好看，这太可爱了！哎，轩轩，跟着，跟着，轩轩，轩轩，他们俩怎么也来了？啊！哇，好霸气！这 cos 谁呢？浩一，不要太小看我，你是逃不出我的五指山的。还好没被发现。哇，没想到你这么爷们的人还有这种嗜好啊！其实这样也蛮可爱的。你还故意嘲笑我？啊，我那是在夸你，你明明可以……你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搞得这么狼狈？喂，大姐，你这挺好的，干嘛要躲呀？原来浩一喜欢喵娘，我……江浩一，你这个白痴，你以为我想变成这样吗？刚入学的时候，班上的女生因为外貌问题，经常被男生欺负。哎呦！今年的新生质量挺高啊。哇，什么东西啊？该死的，快闪开，别跑出来吓人。我去，今天真是倒霉。可恶。喂，你是坐那边吧，我才不去呢。丑八怪会传染的，还是离远点比较好。就是。对不起了啊，我以为是什么脏东西被风吹过来了。原来是你们呢。哪儿是什么脏东西啊，明明就是哥斯拉嘛。闭嘴、你们这群人渣，给我适可而止吧。你们整天被男人欺负，都不知道反抗吗？哇，大姐，我们尊敬你了。我好不容易在学校里面保护了女生的地位，大家现在都把我当成榜样。如果现在让他们知道我这个爱好，原来你居然喜欢这种讨好男人的打扮，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们。不是的，听我说，一定会变成这样的。虽然你本意是为了大家好，可其实还是在做着欺骗大家的事。你应该在他们面前展示你真实的一面，而不是一直这么躲下去。我就知道你这样冷血的人是不会理解我的。讨厌的摩羯座，我讨厌你。我靠，又来。再说关我摩羯座什么事啊？打扰一下，比赛好像就要开始了。没用的，这个比赛一定要三人组队才能参加。为了隐瞒我的爱好，我每次都是一个人来，根本没资格参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我们不正好是三个人吗？哎，大小姐，你别这么……是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喂喂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？哎，我有办法。现在最流行伪娘了，看着腰，看着腿，我都妒忌了。哎，浩一，你好萌啊！这是……
大家好，我是依依，请多指教。好消脂。居然骗我出来跟别的女人鬼混，死后羿！不过你装的好意真是太可爱了，让我真想一口吃掉它。这下和好意有新节目玩了。我的礼服！唐轩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的礼服，太过分了！这是谁干的？很明显，是有人害怕唐轩获胜，所以先下手为强了。其实你就穿这身出去也挺好啊，就算礼服出了10000。10000？你是想说，反正像我这种女汉子本来也不适合这种卖萌的服装是吧？不是的，我的意思是……够了，我不需要你们的同情，尤其是江浩一。喂，唐轩。计划成功了，这次我们赢定了。那衣服很贵吗？不是了，我听说那是他第一次拿奖的时候自己亲手做的礼服，对他来讲一定意义非浅吧。难怪，本来就付出了很多，为了保密这份爱好小心翼翼地隐藏，如今最能让自己鼓足勇气的荣耀也不在了，还有什么意义坚持下去呢？我们一定要参加，而且还要拿下冠军。第一场各队派一名 coser 卖萌走秀，第二场需要即兴表演，看来第二场才是关键呢。现在唐轩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，自童也没找到合适的服装，看来只有我先顶着上第一场咯。好难啊。什么好难？靠，这里是男厕啊，幸亏我穿的是女装，否则走光了怎么办？你想什么呢？这么入迷？战术啊，当然是战术了，我这个样子这个条件，要想胜利就只能出其不意了。出其不意啊。凡人，你干嘛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啊？各位热情粉丝们，我宣布本次动漫展的重头戏女仆大赛正式开始。下面有请我们第一位参赛选手小翼翼登场。我靠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什么鬼名字嘛，看他那怂样还想得第一。哎呀，真是太好笑了。江浩一，你可以的，看我不萌翻你们。凡人们颤抖吧。有请小翼翼。不紧张，一点也不紧张。嗨，大家好。这个啊。干什么呢？下去！什么玩意儿啊？就是，快下去！下去吧！下去！下去！什么玩意儿啊？下去吧！下去！干嘛呀？下去！快点！不，不要吓我！好萌啊！我就说这伪娘不简单吧，这分数肯定比不了。那又怎么样？走秀不过是个热身运动，这正菜还没开始上呢。接下来的才是关键，我会尽量争取时间的，其他的就拜托你们了。
人类怎么都长得一样啊？怎么可能找得到嘛？唐轩，你就。